无看到我，伊坐左边脚。啊，本我不在啦，你相当无理，你是来请住的嘛？你知影，我上过个我来请住。老夫的伤痕也未好完全。是安怎想？你到伤到中筋。讲什么啦，夫人啊？哎呀，夫人听无？你的中筋到安怎？都吃过啦，讲什么红红白光、土白光的面就好啦。什么土白？我讲土白，你敢知在无？哎呀，夫人啊，安怎？几工无看，又望你同款。你有感觉无？嗯，真水啦。你有感觉着？阿东的头毛，开始婆婆的面青。你讲好，好，一切拢是因为你。因为我安怎？你安尼做，你在遥为官，放母放囝，放阮三个人咧看，恁查某囝在咧伤心，对吗？是啊。那个保养啊，这样子水，看来阮查某囝在看你咧，那白冰冰，你在看我。哈，你是有啥？我是杨婆婆。婚姻的当真，当初是我家己选择。所以你看到我那位李正明，有一款话也无方便当面讲，煞你艳遇，卖讲惊上所在，上对面后，此情若比其实，却无离处，非无所在，面要归途，这里错误千处。你个处理良心，无中修仙去吧。就知影，努力过体，进步行得来。你是看到我家里。把我专业为敌，好了。你有啥看到我一点害怕？看啊，可是我阿婆是小骗子，错了，夫人竟然来告状，你丢脸！我不是陈代良，我下面我相当会关心的。我不是陈代良，万代良，讲你顶一撮，为着要为着你运动，你去骑马，摔到马脚断四根排骨，我不可能这么简单就放你耍。我不是骑马，我是坐马车。你坐马车叫马龙了？哎呀，顶一撮配是我为你烦恼，你家在你家当搞，我讲你个天，你才这紧张啊！夫人啊，安怎？你都紧讲。我无要跟你讲啊。你讲啊。你当我这个王无跟我困啊？你讲什么？无跟我困啊？哎呀！什么海气也无啦，完全好好。我讲唔通安尼死讲，你相当尊贵，你是夫人。什么尊贵？尊贵。尊贵。你贵夫人呢？我嘛知影贵。我唔通跟你讲伤济，讲到伤济，过来就拖白脸，我会讲歹话。白脸。